一起来欢迎我们的卫冕者陈仁豪。方正豪，嘉庆真豪，你好。仁豪今天带来的歌曲是？今天带来张雅文老师的《担心的恩歌》。担心啊，担心。担，是里面唱是这样。担，嗯，好。来，一起来欣赏。首先请到洪敬尧老师请做讲评。演歌的这种诠释哈，又进了一步了。其实你有跳脱出你敢去挑战比较传统的 Enga 的时候，那种细腻度，那种转音溃靠，第一个就是要具备。当然在一些的咬字上的那种重跟轻，这还是 Enga 里面的学问哈。有时候就是你那种咬字咬到刚刚好，然后那个力道出来的时候，它的字句就变得更有力。所以常常是我们说的，就是它要更不定到的感觉。我觉得咬字没有什么方式特别说要怎么教你唱，有时候你就是把它用念的，用说的，好，然后再把它唱进来，让它的在一些字句上该有的重点，你就让它重一点。那我觉得仁豪，现在比较缺的是这个，其他的我觉得你已经慢慢的咬紧了。好，好吧，谢谢老师。丁小文老师，请。仁豪今天呢，整个的整体的演出，我觉得有王者风范。谢谢老师。哇，我觉得那个麦克风抓得好紧啊。好，所以这个气势，我觉得就强过人了。啊，比较起来也没很客气。仁豪今天呢，这个歌整体来说其实很霸气，好，很霸气。仁豪知道什么叫八六拍吗？
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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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必须真的理解这个拍型，你的强弱拍才会抓得非常之清楚，这个歌就会听起来有一个很流畅的韵律感。好，那今天在这个部分，老师特别要提出来讲是，任豪今天在唱这个歌的时候，虽然你的拍子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但是感觉上比较不像八六拍，它还是比较像四拍，四四拍的唱法。八六拍它是比较轻巧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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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它不是哒哒哒哒，这是四四拍，嗯，好，所以它会有一个比较流畅的感觉。但是任豪到了后面，因为唱得很激动，所以感觉上有点溃靠太重。另外一个老师提醒你，这首歌的节奏比较是属于中板快一点的，所以你的尾音不需要拖长抖音，有时候点到为止就好，或是小抖，不需要不需要，因为多了就会很腻。好，除此之外，我觉得任豪进步非常大，尤其你的共鸣也在改善当中，非常好，赶快跑远一点，让妍梅来追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田妍梅今天是挑战者的分数是92分，是陈任豪卫冕者，这首歌能获得几分呢？评审请给分。今天的表现被评审老师称赞为10分的王者风范，陈任豪这首歌曲可以得到的分数是78、90、90、91、92。评审目前同分小数点是多少？恭喜得到92.8分。谢谢老师，卫冕成功了啊！是成功卫冕3关，累积奖金60,000元。也没有加油喽，不能被他拉太远啊！那我们在任豪的票箱里面抽出一位幸运的观众朋友，得奖的是。恭喜你得到3000元奖金！恭喜，妍妹，谢谢你，稍微休息一下。也恭喜陈任豪，请登上卫冕者宝座。恭喜陈任豪成功卫冕3关。